投降吧，凡人们！要知道我的实力可不是你们能匹敌的。我们不想跟你打，白香先生，但是真打我们也不怕。如果我们不阻止他，我知道青毛师控制不住力量的后果有多么可怕，但是他是我兄弟，他还救过我一命。我们懂，我也会为朋友赴汤蹈火，可这次会毁灭世界。真抱歉，伙计，但是这个代价实在太大了。小天，放弃吧，我劝你不要重蹈你师父的覆辙。那听起来俺老孙是没有什么机会了。老爸，不行就算了，最后的机会，小天，绝不。那就成全你。